好的。那什么，其实吧，我有个招啊，你们俩这个事儿，我都能给解决了。说说说说，可不能在这儿说呀。那在哪儿啊？咱就换个地方。跟着我，快跟上，上面不安全，过来，快点！跟你说啊，我这个事儿啊是个秘密，怎么回事呢？有一回我在一个大树桩边上睡觉，就是跑了一个秃子，我这树桩边上呢长了好几根胡萝卜，左边一根，右边一根，这兔子不知道趴哪根好，一高兴一头撞树上。妈呀，那不昏过去了吗？兔子哪昏过去了呀，那是死了呀。那你那不是悲剧吗？那哪是悲剧，那是个喜剧。我白捡这老大大兔子，然后我在树上做了个记号，没事我去那蹲，我看有没有兔。那你那是刻舟求兔的故事，我的事还有典故呢吗？你别听他的，你有点文化没有啊？那叫守株待兔。跟谁俩？那不守株待剑吗？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懂不？那兔子咋回事啊？兔子胡背吗？行了，你搁哪学的？小学课本上教的吗？你什么玩意儿？小学课本？咱俩差不了几岁啊？我小学怎么没学过呢？你哪年的？01年属虎。01年属兔。那是哪年属蛇吗？行，你别管属啥了，你是怎么学的呢？那就是小学课本上教的。还有一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过没？不是，那怎么能是小学？那是中学的。那就是小学课本开头还有一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什么玩意儿？那是第六套广播体操完这时候学的。是第六套广播体操，那也是小学做完广播体操上楼学的吗？做完广播体操第四节下课以后是龙刮眼眶，龙刮眼眶，我当时是课代表，我记着。我们学校怎么？你们学校怎么回事？看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按我老家现在就打。那兔子是咋回事啊？那兔子是我2014年抓的。这个睡觉啊，是一门艺术；这个不睡觉呢，是一门技术。这个锥子太残暴，我怕崩你们身上血。我就用这个小针代替。那你是让我们睡觉呢，还是不让我们睡觉啊？你们随便。但是这个不睡觉啊，太有挑战性了，我自己必须先挑战一下。不是，那你让我和陆小西怎么办呢？你随意啊，我无所谓。对，你们聊，我听着。我跟他可没共同语言。哎妈呀，就好像谁愿意跟你说话似的。惊讶，我跟你说，你说俏俏是一个作息非常正常的人，就因为唐胖子一句话就给改了。他这一改不要紧，把我给整乱套了。惊讶，我跟你说，按我的月工资除以30天，平均每天是6600，如果再遇到一个大项目，那么就是6600万。我一向是一个有自信的人，每次参加商业晚宴的时候，即便很想去洗手间，我都会忍着，这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必备的素质。天亚，你说我是一个好胜固执的人吗？我不确定。我是一个心态乐观的人吗？我不确定。我是一个伟大的人吗？是。我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惊讶，我跟你说，我们家橡皮4岁半了，他可爱吃海鲜了，性格随我，走起路来从来不低头，除非地上有肉，目不斜视，除非遇到母狗，对我们他极其不友善，除非你长得好看。可是此狗在1个多月之前走失了，我希望看到他的朋友能尽快与我联系。惊讶，你说现在 Z 星球的人知道咱们地球上的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现在的地球是一个你在大街上喊一嗓子喊出大长头子都没人搭理你的地方，是一个你受了伤必须得自己个儿疗伤的地方，对吧？
婷雅。